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破文，我现在是在老班章，今天上来老班章看一下今年的茶叶发芽情况。春茶还没开始，山上都是静悄悄的。可以啊，一个。对呀、啊，换了茶桌了嘛。嗯。老班章村几乎年年都在建房子，有很多是新盖的，有很多是才盖了十来年左右的，又重新拆掉重新盖，一家比一家豪华。你看，大家都说老班章土豪，看看这个老班章土豪吃的。你这是大鱼大肉吃多了，吃咸菜了吗？哎呀，腊了这么多腊肉，看一下这个，在吃土的老班章，老公吃咸菜，老婆吃土，你们到底是不是老班章的呀？我的天哪！到底能吃土肉？你那这个土就是那个观音土是吧？嗯。你这个土没有烤过的呀？烤过啊。烤过怎么看着像没烤过的一样的？好香啊。我在帕萨他们吃的那种烤的会比这更焦一点。嗯，这个都感觉没烤一样，但是不好吃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就好像就你们哈尼族会吃是吧？嗯。这个就是刚做出来的这个白茶呀，2024年头春白茶，头春白茶，就采了一点点不够草是吧？要留一段时间，它的显示的那种青味很重，是有出来。你这种纯阴干的汤是正常，白茶的话。前面两三道它汤色会比较淡，它越泡越会浓，甜度还是很高，泡到后面这个汤色就越来越浓。这边的小树发了没有啊？小树也没有发，树的外芽都这么长。哦，比古树更长一点。更长。我看有些山上的那些小树，他们采的量还挺多的，台地小树。这个老班章的白茶，茶汤入口的甜度、鲜爽度非常高，而且因为这个是算春茶，所以它这个茶汤的这个厚度还有饱满度也是非常不错。这个茶汤它入口也很深，现在这个汤色就出来了，金黄透亮。喝完茶，带大家去茶店里面看一下，看一下今年的春茶是什么一个情况。袋子边上也有很多古树啊，哇，这棵树都芽头这么大了。袋子边上的这些茶树发的是非常好，但是这些茶树距离袋子太近了，都是灰，比较脏。现在我们到茶园了，这块不知道是谁家的茶地，翻土翻得这么勤啊。今年的天气还是比较干旱，进入到二月份以来一直都没有下过雨，去年也是比较干旱，不知道是不是一旱旱三年呢。特别是这种干旱的天气，茶地的土是一定不能翻的，一翻这个土，它这个水分就流失得非常快。我们去朋友家的茶地看一下，这片茶地就没有翻土，相对来说它这个茶树的长势也会更好一些。茶地里面不翻土的话，还能看到一些绿油油的杂草，还能保持一些水分，对于这种干旱的天气是更有利的。这片茶园的大古树还是比较多的，
简单的看了一下，这些古树都才刚冒一些芽出来，还没有比较大的芽叶，基本上都还是这种状态。像这种样子的话，要采摘至少要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如果说到后面天气非常干旱的话，它的生长又会更缓慢一些。但是如果这段时间下几场大雨的话，它又发的会比较快一些。总归还是看天吃饭。干旱天气下的茶叶，因为阳光辐射强度大，所以形成的物质相对会多，而且茶叶发芽晚，生长周期增长，所以茶叶积累的内含物质相对更加丰富。像咖啡碱儿茶素含量会增多，所以茶叶的滋味感更加浓强。连着旁边的小茶树都没有很大的芽叶，这些茶树都才刚刚苏醒啊，如果这个时候下一两场大雨的话就非常好了。现在老班章古茶园的整体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，但是有些茶地或者其他茶区的一些茶园可能更靠近水源，或者是茶园中土壤水分保持得更好，可能有些茶叶就发得更好一些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点个赞，评论一下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